家好，我是老李，进场了。那个，看看，这个就是整个内场的一个感觉。啊，我们这个看台呢，相对来讲的话是第二层比较高，这个视线还是不错的啊，视线还是不错。现在来的很早。所以呢，入场的这个球迷呢还不是特别多，相对于这个外边那个热闹舞龙啊，然后拍摄呀、采访啊，还有一些就是网络达人在直播呀，这里边现在还是比较安静的啊。但是我想应该是再过两个小时以后，全场会为中国队沸腾的，会把这个阿德莱德这个体育场点燃的。好吧，我也算一路小小的有一些疲惫了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小时以后比赛开始的时候再见。